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素食营养学会，是台湾少数由支持素食的医疗人员组成的团体。国内虽然有许多环保、动保、宗教团体在推广吃素，却很少有人从医学角度去探讨素食。素食者常常遇到饮食上的问题，却不知道如何解决，例如吃素如何摄取足够的蛋白质，如何补充钙质、铁质，预防贫血。痛风及乳癌患者可以吃黄豆吗？我们希望帮助素食者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，让更多人了解素食对健康的好处。十年来，我们举办了15场以素食为主题的医学研讨会，也透过讲座、工作坊、网络文章、影音食谱、线上动画等各种方式传递素食营养观念。其中一支影片，吃黄豆会让痛风更严重吗？更荣获国健署一定青年度健康传播竞赛第一名。如果您愿意以行动支持我们，请到官网首页点下加入会员，了解如何成为会员及捐款赞助的办法。也欢迎您上我们的 FB 和官网，了解更多素食资讯哦。